吃两口吧。你们最近在看什么电视啊？你知道现在外面38度，开着空调，看着投影，吃的好吃的是一件多幸福的事情吗？羡慕啊。是硝烟的问题。好了，关小声点，我自己独享就好了。我们今天吃的是始祖人家的新品豆干重庆小面，还有这个网上特别火的这个肉饼儿，这我姐做的，还有一个皮牙子，还有一杯快乐水，哈哈。好，重庆小面味道很正哎。今日皮牙子依旧有水分，不仅挑皮牙子挑出了经验，试一下它这个豆干啊，好吃，有点像鱼豆腐 QQ 弹弹的。这个面是免煮的，一泡就能吃，这很方便。我们试一下这个肉饼，你们看到过这个视频没有？哇、哦，点击率巨高！我会我姐做来着，做出来还挺有样子。你别说，看这里面的肉饼，然后外面是脆的。出乎预料的好吃，我还准备了一个蘸酱，这个酱你们知不知道？是我从板南带回来的，听说很好吃，我今天第一次吃，试一下。我看一下我最近的评论，和大家聊聊啊。最近有一个叫余威的小伙伴说，他们都有的口红我也要，但是最近真的很少碰到我，因为现在有疫情了嘛，就我们能不出门就不要出门啊，大家都要乖乖的哟。还有一个，为什么很多的吞咽画面就没有了？这个我真的好好跟你们唠一唠，你们太不懂了。一顿饭吃下来至少要一个小时，所以我们后期至少要把这一个小时缩成5分钟，所以肯定很多镜头都是剪掉，但没关系，之后我再搞一个号，我给大家发长视频，好吧。有没有爱吃皮牙子的？吃过皮牙子的，你们能在评论区举个手？你们知道吃皮牙子有多少好处吗？而且我吃饭真的是边吃边玩，就躺在旁边看电视、玩手机。吃不了了，这个我不要姐吃。答应答应，你这个饼还挺成功的。必须的。那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不要忘记给张琪点个赞呢。哎呀，你知道吃饱了最爽的事情是什么吗？回床上躺着。哎，好饱，太饱了。